为了提供民众舒适的购物环境，这次活动特别安排在整洁明亮的板桥黄石市场二楼，同时还有安心买卖，价钱公开，售后保证三项贴心的服务。艺人小 Core 也将摆设摊位，提供艺人的二手物品。小 Core 表示，二手市集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环保的行为，因为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，衣服有时候在台上可能只穿个一两个小时，那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丢了或放在旁边旧了，就觉得它很浪费。那我可以借由二手市集跟人群面对面，然后把我心爱的衣服交给下一个主人，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子被另外一个人照顾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。那也希望当天啊，现场的朋友们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们啊，一起来参与，来响应这个活动。活动将在7月20、21日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在板桥黄石市场举办，欢迎市民踊跃参加。记者林景瑜，新北报道。